能不进去啊？等阎王殿下走了，我们再进去。可他万一不走呢？他上次不就在外面等了一整天？老爷与夫人都亲自出来迎接他了，无奈你就是不肯见，最后还是被夫人劝走的。没想到今天你又来了吗？他跟我说他从小性子特别倔，估计见不到我他是不会走的。走，小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不能走那边，我们得爬上去。啊？爬什么？哎呀，扶我一下，快！哦，小心点儿。有点高，小红，小红，你扶我一下。没事，我在。慢点，郡主。我锻炼身体。哦，那本王这几日都来这儿寻你，但姑姑姑父说你最近特别忙，所以近日可辛苦。我近日确实辛苦，所以不得空见你。哦，那郡主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殿下，英王殿下，哎，你来寻我，是做什么事儿？哦，本王最近发现个小东西，想送给你。我猜你会喜欢它。这个很难买的。嗯，你真的很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你是送给我的吗？嗯，没想到你真的会喜欢这种丑东西啊。既然丑，你买它干嘛？不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本王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你是哄我开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不开心，本王就见不到你。本王一见不到你，本王就也总不开心。所以，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所以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。